佛学院的秘密秘密秘密。大家吉祥，欢迎大家收听佛学院的秘密。我们是佛学院的学生，我是瑞贤，我是雪薇，想跟大家分享今年的新年怎么过。瑞贤啊，新年快到了，诶，今年的新年你在哪里过呀？寺院还是回家？当然是在寺院啦，你嘞？我也是耶，而且还是第一次在东禅寺过新年，还蛮期待的呢。那你没有回家跟家人团聚，家人不会不高兴吗？不会呀，我还约了爸妈新年的时候一起过来赏灯，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。话说今年的花灯还蛮特别的呢。是咯，那天媒体预览看到那些花灯真的超美的，真的被惊艳到了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，之前新年我都只是跟朋友和家人来逛逛而已，没想到这一系列的布置背后竟然耗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，真是感恩因缘不可思议。今年还能参加花灯布置，因为我们是佛学院的学生，当然我们只是负责佛学院教育馆的布置，希望让来生大众了解佛学院在做什么。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佛学院跟往年一样，主要负责两个区块，一个是教育馆展览，一个是教育义卖。今年不一样的是，教育馆布置了一个特别的环节，也就是沉浸式体验啦。请问沉浸式体验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来生的大众可以亲自体验佛学院的生活和课程，也可以从中了解自己的专注力。譬如头顶着一碗水走路，折一个像豆腐干一样的棉被，诵带点茶和缠绕画等等。哎呀，当然还有我们同学自己亲自做的树汉堡啦。好啦，不能说太多，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教育馆和素食义卖哦。看来真的很丰富哦。听到这里，听众们一定很好奇我们会不会很忙吧？忙是当然的咯。哦，说到这里，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在筹备期间遇到的挑战和有趣的事情。最挑战的地方就是被太阳、雨水和时间追着跑吧，因为最近总是在下雨，难度直接升级了超多的。主要是涂上去的颜料还没晒干或吹干就被雨水袭击到，让他们流泪了，而且院长还要求我们在必须有限的时间内完成。真的是从一开始只有一把梯子和一台投影机，到后来好像是全市的梯子都在我们成佛大道了。哇哦，那真的是还蛮挑战的耶。不过还好同学们一起帮忙才能顺利的完成。那在这个过程给你最深刻的体验是什么呢？在这个筹备过程中最大的体验就是，即使上一秒自己的状态再怎么不好或很多的杂念，但是一旦我爬上了那个梯子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念头，真的是可以做到非常专注于当下。另外一个体验呢，就是集体创作真的很重要，而且也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。完成了整个成佛大道的布置后，真的是成就感满满的，而且看到游客或老师们在成佛大道打卡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荣幸，可以为佛光山的平安灯献出一份绵薄之力。对呀，没想到我们竟然还有机会参加那么殊胜的平安灯会布置。虽然过程是挺累的，但一旦想到能与大众结缘，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。是咯，除了教育馆的布置，我们还参与了美食街汉堡摊位的教育义卖，感觉又紧张又发喜。真的真的，又是一个新体验。我们第一次做，笨手笨脚的，全班同学都下去了还是来不及，后面排了好长一条龙。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义卖的目的是为了些什么吗？不知道耶，说来听听。老实说啊，这是为了筹募佛学院的教育基金，因为佛学院不但食宿全免，而且还有机会到海外参学，所有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哦。之前啊，我报名的时候父母都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一间学校，现在亲身体验啊，真的是感谢幸运大师的慈悲。所以啊，我们筹备平安灯会是应该的啦。当然我们也从中学习到很多的新事物，就如大师所说，做中学承担就会成长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赏灯的时候也可以来佛学院了解一下详情哦，也欢迎大家到美食街汉堡摊位多多捧场哦。哎呦，瑞贤讲这么多，大家知道教育馆佛学院在哪里吗？就在大雄宝殿的旁边，随着地上的脚印走进成佛大道就能找到我们咯。好哦，我们佛学院见，不见不散哦。佛学院的秘密秘密秘密。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佛教学院全年招生中，
东禅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师资人才、领袖人才以及专业人才，欢迎18到36岁的社会大专未婚青年一起为佛教奉献力量，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，找到生命的价值。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东禅佛教学院的详情，或欲想报名参加佛学院的课程，请搜索我们的 FB 面子书专页东禅佛教学院，并私信我们。东禅佛教学院欢迎您。